转世不转世，我们的这些宗教界的人是在这里，是他说了算吗？他怎么当上十四世达赖的？是他自己转世出来了以后，我就是十四达赖过来的吗？他也是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，经过中央政府，当时中央国民政府批准以后，才从青海进藏到拉萨坐船的。如果中央政府批准，他能成为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吗？就是要争夺以中方中央政府的转世的权利问题。哎，他说不转就不转了吗？不可能。关键是要改变这个事，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。我自己的观点是，哎，藏传佛教的所有的这些信教也不会同意。民族文化不太会讲，就是想